景观再造不仅再升级，还要更贴近地方。新竹县政府连续两年荣获中华民国景观学会所举办的台湾景观大奖肯定。今年以东新镇整体景观再造计划、新竹县立总图书馆工程以及打造内坜社区免弯腰菜园计划，分别得到台湾景观大奖公园的公共开放空间类、环境规划设计类、社区营造地方创生类佳作的亮眼成绩。我们非常恭喜我们文化局的东新郡，以及我们的这个内坜社区，以及我们的总图书馆，能够得到中华民国景观协会的设计的大奖。我想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们特别来恭喜他们。我们也希望这些景观设计奖能够带来我们更大的鼓励，让我们以后在所有在设计的时候都能够更尽心尽力，让这些设计更完整，也更能够这个跟社区跟地方来融合。我们这一次呢，在我们的总图书馆我们得到的是公共开放空间类的一个奖项哦，那主要是因为我们在整个总图书馆的设计上是结合着附近东新郡的一个景观一起做一个地理环境上的一个设计，那在空间规划上呢也非常具有特色，也因此而得奖。那在我们的东新郡的一个景观的规划里面呢，也得到这一次第九届的景观大奖哦。那主要就是针对我们的就是跟绿地上面的一个结合哦，还有就是历史水郡环境的一个结合，在设计上呢也得到我们这一次所有评审的一个肯定。用优质建设唤起民众认同感，创造宜居舒适生活圈之外，还要打造地方特色，显现民众对公共议题的积极参与。记者简淑琪新竹采访报道。